王总，刘总，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状，也不要这个奖金？为什么？我想当业务员。茶水小妹呢？不知道啊。怎么了？有客人要看样品的。哦，那你去陪客人，我帮你弄茶水就好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快点啊！哎。 我们这个展厅啊，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产品，啊，你比如说啊，哎，这款牛奶丝的产品是我们工厂刚刚研发出来的，含有17种氨基酸，这个，比这个棉纱跟真丝呢强度都要高，而且防蛀防虫，耐穿耐洗，质地很轻又软，透气性能特别高。嗯，价格呢？是比棉纱贵一倍。 这在我做不了，哎，你用手摸摸，感觉一下。嗯，还有没有其他更酸的新面料？哎，这个呢，这个你看看。这不是上次过来看过的吗？这个看过吗？没有意思。哦，哎，那这个，这个是新的产品，这个你没看过吧？这些面料我以前做过，更难做。 其实牛奶丝啊，您看，我们这个牛奶丝，它是非常适合做贴身内衣的。嗯，有很多大牌的一些内衣的品牌全部都用它来做女士内裤。我们自己穿的也是这个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感觉一下，非常非常的滑，对不对？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，夏天我们经常会出汗，然后穿上这个呢，完全不会觉得说汗湿湿的、黏黏的粘在身上。嗯，最重要一点。 它是天然抑菌效果的，我们有卫生证书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它叫牛奶丝呢？为什么？真的？对，所以很多女孩子一穿上完全不想脱下来，你想不想试一下？请你说，我都想试试。好，要不这样，我先给你一个规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我立刻带给你。 没问题啊，哎，对了，您看一下，其实要做内衣呢，这款肉色是必买的，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材质都是一样的。Thank you， 谢谢 ，Thank you， 请。你还真行啊。 纯粹是性别优势吧？有当业务员的潜质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当业务员吗？你为什么想当业务员？业务员挣钱多啊。就为了挣钱？业务员比跟单员厉害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我也说不大出来。你呀，现在当业务员还不够资格。 怎么才能有资格呀？感谢集团，感谢领导，给了我这么一堆荣誉，哼，和奖励什么的。我想问大家一句：辛苦了这么一年，这点钱值得吗？啊，不好意思。 接一个电话，喂，好吧，好的，好，合同马上寄过去。好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非洲的一个客户要订20000台收音机，老高很牛吧？就上台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为公司接了一笔生意，为工厂接了一单大活，非洲的客户也有了一笔收入，而我老高呢，又有了一笔4位数的奖励提成进账。但这不是最牛的。 我卖给非洲这20000台收音机，起码可以让20000个家庭。
感受到外面的世界。所以我们做外贸进出口的，不仅把商品带到了当地，更把定心文明带到了当地，所以这才是最牛的。大家伙辛苦了一年，我想说真的值，因为我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老高讲得真好，谢谢老高，祝贺你。接下来获奖的是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简爱，请简爱上台领奖。祝贺你。谢谢。祝贺你。谢谢。有请简爱发表获奖感言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大家好。今天能够作为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上台发言，我王总、刘总，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状，也不要这个奖金？为什么？我想当业务员。为什么呢？我也想像老高一样，我也想改变世界。这样，如果明年你在跟单组的业绩创了新高，我调你去业务部。那您是答应我了？对，我答应你。谢谢，谢谢。